大家好，我是总监吴逸琪。全新的认识美乐家，你开始使用了吗？今年的10月14日、15日，公司的领导人会议公布了这一个认识美乐家 Overview 全球统一统一视觉这个工具呢，把美乐家公司的历史、产品、产品制造、会员权益，还有简单的奖金制度都介绍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看着台上的老师呢，用着口语的方式把它念出来，我就想，哇，这个也太简单了吧，照着念就好了吗？这么好的工具，我回去一定要来好好的运用。开完会议之后呢，我就邀约了我的朋友，这个朋友呢，他其实也算蛮陌生的。那我真的呢，就打开了我的平板电脑，就用一字一句的方式跟他做互动。当然这些中间也有加入了我自己一些小小的经验，但是大部分的主题内容都是绕着认识美乐家来做介绍的。听完我的解说之后呢，他也一边听一边表示认同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当我念完之后跟他说，这样你愿意来成为我的试用会员吗？他立刻就加入会员，变成我的优惠顾客了。那在之后呢，我也用了认识美乐家去做跟进，我发现它跟进的效果也非常的好。你知道吗，新的认识美乐家它除了推荐也可以跟进，更可以拿来当成事业引发的工具。因为公司呢把它做成了视觉化、口语化，而且结构跟内容还有文字都非常的流畅，非常的通顺，真的不需要太多的能力，只要照着念就好了。这么棒的工具，邀请大家一定要赶快一起来用，好吗？我们一起迈向成功。